好了，我们来看下第一局的下半场啊。这里是上半场女巫翻盘打了一个三杀，这把也是女巫，但是对面选出了一个祭司。我觉得这张地图的祭司是真的厉害。鸟笼吗？鸟笼还有那是那个长洞。对，也不只是鸟笼吧，你反正就是祭司，只要进到医院就感觉跟爹一样，神一样的存在。他这祭司就是那个二楼之母，有二楼他就是强。对，他那个上下洞对吧？对。这个阵容挺难打的，这个阵容能抓的就是祭司和机械，但是你祭司肯定去鸟笼，他肯定会祭司不好抓，祭司真的不好抓。嗯，他看点，祭司这个觉得其实是看点的。嗯，就是因为你抓祭司，你再放狗吧，他可以用那个洞来卡你的狗。然后呢，你说你去真的要抓他，他进了医院真的是很难抓。机械师嘛，就看开局能不能躲起来了。但是毕竟是小图女巫的一个翻盘点啊，就像上一局这么裂了，还是通过就是抓死一个人以后守电机，然后守门开门战翻盘了，对吧？嗯，那咱们这把蓝色也是很低调，用的是原皮。看看这个女巫，哎，这个刷点直接去小房，小房废墟两个人，哎，开局能看到机械师娃娃看见了，这边直接进来。那本那本体绕，不知道本体，其实我已经危险在你这降临了，对吧？直接往外一拉，机械师这个地方不好走，我们看一下带的什么技能啊？带的是闪现。哎，这里想杀娃娃，但是距离不够了，那这样的话、哎、可能两边没扑到。他刚才那个寄生就是想要去把娃娃打掉，然后打掉以后，你刚刚那波拉扯呢，我可以就是直接就是那个自动跟随了，但是没想到，万万没想到，他以为佣兵是娃娃，不是，他那个超出距离了嘛，就是他打那个机师娃娃的时候，后面超出距离了，那这样的话丧失了第一波抓人节奏啊，这里再看。自动跟随过去，机械师还很跳，哎，跳个舞来抓我呀！哟，这个节奏有点差了。原生这边可能要找机会先打一刀，一刀抽刀，哎，不下板，再抽，直接溜了。哎，我就啊，东的机械师还是可以啊，非常非常的掌握到了屠夫的心态。哎，但是，对吧？刚夸奖完他，这边直接闪现一刀了，躲掉了，哎，再躲，哎，又空了，一刀抽刀，哎呦，还是羸弱呀。就我觉得阿东就是，对吧？就是刚刚操作来了感觉，然后就来自东方的潘大帅的力量降临在他脸上了。但这波其实已经拖了很久了，拖了很久了。对对对，关键而且娃娃在外面，娃娃没死，他娃娃死了就。不一样了，就果然就毒奶王嘛，刚奶完，哎，很强，哎，然后下一秒就，来自于东方的力量吧。但这个东西呢，就是对吧？怎么说呢？我也不想啊，没办法呀，你肯定上辈子做了什么坏事，被诅咒了，毒奶谁想谁谁就。你走开，我不想跟你一起解说。这边撞一下，这边一个撞。对，哎，这里是要卡一会儿，打一刀，哎，打断了球，能不能切过来再打？打中的是机械师，有双趴，外面的电机最后两台了，打，哎，这边祭司已经是就不怕了，对吧？你打我，但是没想到这边信徒又来了，那这个时候祭司就这刀吃的就有点亏，而且再被寄生上，女巫这把要翻盘的话，他得守电机，直接刷新技能。对，机械师二挂，他的手电机，佣兵得拉过来救人。如果守住这台电机，还有机会能翻，但是翻的面不大。穷者如果说可以外面重修一台的话，女巫还是难打。我们这边记住啊，你们看这边机械师是因为知道队友那是人遗产机，直接带走了，排位这个就不要带遗产机啊。这边过去应该是穿洞进去把这个大洞给打了吧？那现在没哦，佣兵来了，手动救人了。还行吧，把机械可以外面打那个洞，会很赚，救不了人了。对，他这波因为他守住了最后台电机嘛，佣兵这边就闪人来把机械师秒了，先挂飞，就是跟上一局的节奏差不多了。可是他们那边还有一台机，还有一台机是新修的呀。嗯，
直接打那边，佣兵去补这台遗产了。那边那台新修的电机，我们看看前锋这台应该是没修多少吧，刚开始修。佣兵这里是想要来补这台遗产。机械师能挂飞，然后机械师反正寄生信徒跟着，待会儿自动跟过去把它挂飞就行。前锋看看会不会保，前锋好像有想法，慢慢的过去了。单信徒这里还要守电机，祭司是满血，牵起来，前锋拉球，哎呦，这里，哇，居然没撞晕，哇，这一手撞晕机械师就有机会翻了，哎，再撞，撞晕了。帮忙扛刀，打一刀，哎，信徒消了，闪现，哎，但是佣兵那边在修，佣兵那边好像在修吧，哦，佣兵没有，佣兵好像在消信徒，这里过去三秒钟、两秒钟有寄生，这边，但是我感觉寄生能被摸起来，等寄生完了应该可以起来，然后，两台电机，两台要开的电机守住了，而且，但是呢，信徒不够，他这边信徒不太够。信徒被削了，佣兵那边的信徒也被削了，那佣兵可以去开那台电机。哇，这把感觉不祥，有点悬，而且对前锋死跑了，前锋还有四分之一的球，对，主要两边的电机现在管不住了，他如果能管住电机这把有的打，但是管不住电机就不行，打掉了前锋，这边只能，哎呦，电机直接亮了，完蛋！还是前锋的绝命的一撞啊，那一撞真的太关键了。现在场面上一个信徒都没有，开门战难打，直接拉了一个洞。完了，要这个，哎，祭司直接关了。那祭司肯定关呀，但那边的门开了，这时候如果切传送，可能更难打。娃娃在开门，这一把搞不好要三到四出。好像门已经开了，是怎么打的呀？就是前锋那一撞嘛，本来那一撞如果没撞下来，他能把人挂上的话，这把至少平局起步的，因为那个时间点死杀前锋，又在传送，门开了，四跑了，前锋要走地窖啦，哎呦，直接一个拉球走地窖，心疼。没办法呀，就前锋那一撞。